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宜山学妹。可以看到，这是包子跟馒头，这不快过年了，先做了一波，然后应该能吃到年前，年底的时候再做一波。现在蒸馒头去。还有一下嘞，哎，这个做那日子去了，我就说哈，这个地方你弄的时候你得看点，你好的，没事吧？你发过来啊？没事，你得去洗一下。啊，中了，我洗一下。你看人明显多了，买上小卖部买这个的，买那个的。我这高兴吗？信吗？你是信吗？高兴。高兴吗？过年就是娘亲。我也不是说，我还行，还是挺好的，高兴吗？就是说，他这个什么的那个，还有什么的，也挺新的。好了，放上了几个大的木棒啊，咱就可以到屋里暖和了，因为今天太冷了，就不在这看着。嗨，大家能看到我吗？一蒸馒头，全是热气，灰蒙蒙的，还挺好玩的。好了，咱们的馒头这就蒸熟了。哎呀，这次馒头发的还很好，都一个个的很大，烫死了。用凉水蘸着就好多了。这次的话就蒸了一锅，够年前吃的了。在我们这边要是过年的话，得蒸够正月里吃的，所以说年底了还要再蒸两大锅，可能还是三大锅呢。像我们这边农村的话，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自己
蒸馒头的。一锅馒头包子这就蒸好了，等年底的时候，28的时候把面发，29的时候再蒸一锅馒头，就光等着过大年了。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一山学妹，拜拜。